来自卡西欧给我体验的一款表 G-Shock 系列的，很久没有体验过卡西欧的新款的手表了，主要也是因为他们做的表都用来看用来用，没有什么太多的契机去了解新的款式，正好他们寄给我这款体验一下，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就这两天的简单的一些感受跟大家分享一下。 By the way， 如果你们有人好奇这个眼镜的话呢，它是来自未知领域的，我之前有在动态分享过，它除了茶色之外还有灰色和蓝色。我首先可以看到这个盒子呢，它是全金属的这样一个表盒，比起之前那些带盖的那种多边形的盒子，我觉得这个更好看一点，并且它还是带这种开关的。表就是这个样子，是钢款配胶带的一个配置，我觉得还不错，蛮好看的。不知道这颜值你会给几分？如果是1到10的话。那么这款表呢，它是虽然写着 G-Shock 的名字啊，但它的系列算是 G-Steel 的系列，就都是钢的表身表壳，感觉会比胶的表壳来讲会更加的成熟一点，至少视觉上看起来是这样子。那么首先呢，还是看一下它外观，就这个颜值我觉得还是算比较好看的，就同配置来讲，这种钢的表身配树脂表带，当然这个 size 对于大部分来讲都不算太小啊。那我自己日常戴最多的是这块6900的 GB， 我戴上之后的效果跟6900比是大概是这样子，确实不算小这个尺寸，不过还好有得益它是胶带，我觉得它还算比较贴手的又舒服，所以整个戴上手呢也不会说感觉特别累赘。我们先来看一下表盘里面的设计，它是做了一个全指针的表盘，就没有任何数字显示的液晶屏了，有常规的大三针还有三个小的表盘，我觉得这个配置是比较的经典耐看的这样一个搭配啊。比起之前那些双显或者是竖显的这种表款来讲，我觉得它会更加简单一点，就使得表面的风格都会更加统一啊，更加的简洁。加上它多功能小表盘，还有它多模式的这个切换的按键指令，我觉得日常使用来讲，包括读取时间或者是秒表计时这些功能来讲呢，都会变得更加的简单易读，获取信息的效率也会比较高一点。比较别具一格的这个亮点设计，就是它9点钟方向的这一个小的旋转叶片式的这样一个小的表盘，我觉得还蛮好看的。它是受到喷气式发动机的那个叶片的启发，做成这样的一个效果。看时间的模式下呢，它显示的内容就是电量，红色的部分越多就代表剩余电量越多，这样子还是蛮有这种机械感比较浓厚的这种动力美学的感觉，我觉得还蛮酷的这一个。那来到外面呢，除了这四个 G-Shock 系列一直都会有这个多功能的按键之外呢，它还保留了一般腕表都会有的这个3点钟位置的表冠。它有一点设计的好处是，比起传统腕表来讲，手感上会得到进一步提升，就它旋转起来是有阻尼感的，有段落就哒哒哒一下一下这样子。我扭一下看，不知道你们听不听得到，往外拔两个段落，它会有滴滴的两声这种蜂鸣声的提示。对，然后扭的时候就会有哒哒。这样子旋转起来的手感很好，但就是它这一个两边的护桥设计的太粗壮了，就是让它视觉效果看起来会更加硬朗，比起电子表来讲会更加像一个传统腕表的感觉，应该是有这样一个设计思路在。那配合它这一个全钢的表壳表身呢，这个配置它是用了一个树脂表带，我个人是最喜欢这样的一个搭配，尤其是现在夏天啊，特别特别热。如果是钢款的表呢，一个是重量上特别坠手，使用起来的话其实挺不够日常的，运动感的这种胶带呢，透气的来又贴手，不太容易沾汗，并且也好清洗好打理，我是特别喜欢这个配置了。那并且树脂表带以日后的维护成本呢，其实也比起钢带皮带这种配置材质的话要低一些，钢带啊皮带啊橡胶啊尼龙拿头那一种，不知道你们最喜欢哪种材质的表带。对了，如果有人好奇这几个螺丝是不是装饰的话，我已经替你们试过了，它不是只是作为一个外观装饰，它真的有起到保护表壳旋紧的这个作用的。下面来说这表的功能性啊， G-Shock 的功能性感觉好像大同小异，对不对？就基本上最基础的什么200米防水啊，然后防震啊、防磁啊、耐摔啊、耐用，这种都是它祖传的看家本领啊，这个我也不用太多去赘述了。主要说它这款表的几个特点的功能啊，就是一个是动力，这款表的动力呢，它采用太阳能电池，把它放在窗台上，它会吸太阳能的光，然后转化成电能储存到它电池里面，在你不用的时候或者在黑暗的环境呢，它会自动进入一个省电模式。
时，就大大的延长它电池的使用寿命和这个能效比，我觉得还是蛮好的。这也是我第一块太阳能动力的手表，对，我之前都没有太阳能动力的表。像我这一块呢，它就是单纯的换电池而已，但是我基本上也是大概四五年才换一次，我也只换过一次而已，就是真的非常非常耐用。但是太阳能电池我不太清楚到底多久需要换一次，我感觉它应该会更耐用吧。如果有用过太阳能表的朋友，你可以分享一下大概这个换电池的周期是多长。那么为了让它好在窗台充电呢，它这个表带还有一个亮点的小设计，就是它有多一个角度卡上来，然后变成一个展屏的状态，就方便你放在任何靠近窗口的位置，靠近光源的位置，然后可以让它最大程度充分的吸收阳光。那还有一个我非常喜欢它的功能呢，就是蓝牙连接了。这次它用的还是蓝牙 4.0 的版本，比起之前的蓝牙的这个技术来讲会更加的省电，然后通讯的效率会更加好一点。除了有这个传统的连接手表对时啊，然后自动两地时间啊，自动设定闹钟啊，秒表啊这些等等的，它还可以寻呼手机，或者手机有信息的话它还会响之类的，这种可以说是锦上添花的一些功能，我觉得都非常实用。尤其是对时间校时，我觉得它是最方便的一点，并且我觉得它一键切换两地时间是非常非常方便的。日常还是就是连手机校时会比较准，只要你每次连上这个 app 呢，它都会去自动校时，所以这个我觉得还是比较方便的。这也是为什么刚刚我说很少用到它这个表冠来去调时间，确实如果有手机连上的话就很少会用表冠去调。而且最方便的一点就是夏令时，这个真的是我不太知道该怎么调的功能啊。当然它有这个自动夏令时，我觉得是非常好一点，非常省心。那么这以上呢是大概我这几天体验下来对这款表的一些感受啊，我觉得还是挺好用，然后我也挺喜欢的一款表。比起之前的经典款来讲呢，性能上功能上会有提升有增加之外，外观上我觉得会更加的适合稍微成熟一点的人，就不会那么的电子表不会那么的娇啊，这个我觉得是很适合日常戴，尤其是假如你是刚入职场的新人，我觉得要给人一种有守时的这一个观念的感觉的话，戴一块表还是挺必要的，但是又不能太抢眼，但又要很耐用，这种类型的手表呢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当然如果你不喜欢这个配色，它有超多其他的配色可以选并且就如果你真的有什么稍微正式一点的类似商务场合去出席的话呢，它有全钢带的款式给你去选择会看起来更加正式一点点。但是我个人也就不太喜欢这么大的钢表再配钢带了，重量会很重。如果有在意重量这一点的朋友呢，它还有另外的碳纤维的表壳可以选，那应该会轻不少。换换颜色，换换表的这个材质呢，对你整个人的气质啊，包括给人的感觉，别人看待你对生活的这个态度和方式呢，也会变得不一样。所以手表在我们的日常搭配中，生活中还是蛮重要的一个存在啊。所以说这也是我想要单独分享这块表，最大的一个动机。其实这块表也是我日常佩戴频率比较高的一块表，我也有一些皮带的钢表款式，也有一些钢带的那些机械表石英表都有，但我日常戴最多的还是这一块表，就是它的耐用性、它的易用性真的非常好，我感觉有点被它惯坏了，所以也是蛮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再去看过 G-Shock 的新款。那么这一个呢，确实也给到了我耳目一新的感觉，并且确实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可能如果再要考虑去购买 G-Shock 系列的这种类型的表款呢，更多的看一下这种稍微有点成熟内敛的感觉，不会太娇表的那种。OK 了，那么这是我简单的对于这款表的一些体验和感受了。那如果你对这款表感兴趣呢，希望对你的选购有一定的帮助感谢你看到这里，如果你觉得还不错的话，希望你给我一键三连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就点下订阅了。那我是老虎，我们下次再见吧。